思想，咱比咧文化甲语言，咱比咧生活，咱比咧主张，咱比咧尊严，咱比咧努力。同时担任主唱，那我们也谢谢丽君，她为我们带来的催啊催。那我们接下来要邀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的这一段的演出呢，我们要特别为各位介绍，这是一段诗歌的朗诵。那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知名的诗人李明勇老师，他也是国家文艺奖的得主，他要为各位来朗诵《南国冰雪的童话》。那我们特别也再一次邀请到了台南艺术大学音乐系的系主任林辉君林老师，来为这一段的朗读呢来做音乐的演奏。那这段音乐演奏呢，林老师所选择的曲目是辛德勒的明灯，我们邀请各位一起来欣赏。南国冰雪的童话，一个纯粹的童话，一九四九，冬天过去，北方的土地依然覆盖冰雪。春天来啊，南边感觉着刺骨的风，在咱南国的都市，唱声伫街头响起。家乡的鸟群，拍动雪鼓飞出去，也必要日头光，飞抵在咱心灵的雪顶面，重逢风吹咱的都市。这是一九四七年二月，寒风刺骨的春天，母亲消失去，母亲别哭。这是春天的童话，一九八九。黑暗的白日，在夜地的太阳，在蒙蔽的目睭，黑暗的都市，黑暗的城市，坐在火炉中的双生查某囡仔，守护着因的阿嬷。这是一个以冰雪象征的春天。时间停止，心跳停止，历史以复印书写，靠下和记忆凝结。我使得伫时间的沙坡延伸，会浸透土地，变作都市的一个台地。一对小天使，在阿嬷的乌雾中在飞，在飞，在飞。我头看到倒数的人，我头看到伊的亲。一九八零二二八，搁一个春天的童话，用花来书写，咱用目屎来画图。也谢谢林老师。接下来我们将邀请林县长代表以鲜花来向所有的受难者的家属来致意。这束鲜花代表的是我们对所有各位受难者家属您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们同感哀伤，同时也代表着对所有受难者永远的追思。
那我们现在就请林县长先发。现在我们就要请林县长以及所有受难者的家属，我们要邀请您将您手上的鲜花能够拿到前面来，向所有的受难者来表达追思。我们邀请林县长以及228的家属们，各位可以将您手上的鲜花放到我们现场所布置的课桌上面。在这束鲜花上面，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束花代表着对所有失去的亲人永远难忘的追思。在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也邀请各位可以一起到台前来。在我们现场呢，准备了鲜花，包括了纯白的百合，我们邀请您可以一起拿起我们准备的花，然后到前面的纪念物来追思，然后放在课桌上。纯白的百合花象征的是优雅以及高贵，象征的更是伟大的爱。所有亲人之间的爱其实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消逝的，相信在隔了这么久的时间之后，当再想起了你失去的亲人，那份追思将会是永远存在的。我们向各位致上最深的这个哀，这个同感哀伤，向各位来致意。那我们也邀请现场的一起来参加的朋友们，各位一起可以到前面来拿起手上的鲜花。那我们也邀请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台湾的未来，无论是科纲微调、国贸协议，或者是核四新建的议题，我们相信当我们一起来关注，台湾社会将不会再走向无法回头的不归路。在各位鲜花致意之后，我们也邀请各位可以到228的纪念物来纪念追思。2014年宜兰228纪念追思活动，在活动的部分呢，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可是我们邀请各位可以在现场能够到纪念物的地方追思，一起去感怀这段历史。谢谢大家，也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谢谢。对，你这个你拿这个，拿这个花吧，来站在这边，站在叔叔这边，那你拿着花这样子放在这里，可以拿，好，麻烦你啊，嘿，另外一边吗？另外一边来，啊，小心啊，不好意思，哎呀，要笑吗？啊，不要笑，不要笑，因为这个不要笑就可以了，不要笑。
不要遮到你的脸啊，嘿。没有。您先拍好了，你先拍好了，放在这边好不好？代表放这边，放这边。等一下，我这里好了吧？对不起啊，因为不好意思，再拿起来一下下。哎，好，再来，放下去。OK， 谢谢。故事书里面，好，你先拍，先拍。没有，你放下来，放下来。妈妈，你先拍，谢谢。好，这个地方。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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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险的，好险！好紧张，好紧张。谢谢。我在那个。